She's got no clue. I've been alone, wasting away in my room, and you're afterglow. She's laughing like you used to. Guess I still got jokes. Might take her home, and it's strange, cause I think that I like getting over you. We used to race the freeways. Hello, 我是 Yuna。 其实这一两天呢，我要跟我的朋友一起去露营，所以我就想说记录一个 mini vlog 这样子。那在出门玩之前呢，我要先去一趟中华电信哦，我不是要去缴电话费哦。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注意到 Samsung 推出了一款新的折叠机？那其实这一两年啦，我自己在看韩剧的时候就有发现，这个男女主角手机拿出来都换上这种折叠机了。那今天呢，我终于有机会可以体验看看了，因为哦 Samsung 这次推出新手机啊，有特别跟中华电信合作一个新机免费体验的计划 Galaxy Free Trial， 就是让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也有机会可以体验他们最新的手机。只要你们到他们的活动官网登录，就可以免费把这个手机带回家体验整整一个礼拜。我前几天呢，就是已经完成了这个预约的动作，今天啊，我就是要来去领取我的手机啦。好，那其实今天的行程呢是有点紧凑的，我们就赶紧出门吧。这就是我今天即将要带回家的手机哦，先给你们看看它的展示机，超级无敌的漂亮。这次三星除了有推出这款 Z Flip 4， 还有推出 Z Fold 4， 这一台的话就比较大台一点，有点像是一个小平板。然后现在他们还有推出旧机换购新机折3000的优惠。我最期待的就是它这个折叠的功能。它不是说只能固定可能30度角或是90度角，它是各个角度都可以。它超小我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放到我肩带这个小背包里，应该可以吧？可以，我终于不用手持手机了。像我平常都要放钥匙，然后再拿一台手机出门。那我现在呢要去拿我预约的手机了。那这边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网络成功完成预约之后，会收到认证的简讯还有 email， 那记得拿这两个东西来领取我们的体验组。就要直接来现场开箱给你们看一下刚刚拿到的这个体验组，给你们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它里面呢就是有一台手机，然后一只手表。那这个手表呢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其实是跟这台手机可以做联动的，然后有健康检测的功能之外呢，我们也是可以直接从手机上面来去检测这些数值的。然后呢这个手表下面有附一个充电线，然后旁边是手机的快充充电线。然后手机我觉得很贴心的是它还有附一个这个它的保护膜，然后还有这个这叫什么纸套吗，一样是可以折叠。这个礼盒里面还有附一个很可爱的任务卡，那这个任务卡呢其实就是在讲说可以去实际体验手机的各种不同的功能。那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些体验之后呢，就可以凭贴纸来去换取专属的好礼。 OK， 好，我要赶快出门了，我现在有点来不及，等一下我的朋友要在车上等我。它不会叫出前镜头，有吗？然后你直接对着它比划。
有没有？没有拍了哦。你要比武，他只有比武才会感应到，然后你就要赶快切换你要的。那我们加起来比武，加起来比武嘞。而且那一台它打开之后，它里面有镜头，然后它外面的镜头也可以开，所以如果你帮你女朋友拍照的话，它就可以从外面看。然后他自己比武，他自己很需要。然后他自己比武就好，你也不用帮他按。那你很需要。是一个非常天到被嫌弃哦，没拍非常适合。整支 vlog 是记录两个屁孩的故事。哇！火种的，发这个。木炭。啊，走啦！让大家真的以为是保存的。有很像吗？他们说我今天的穿搭很像保全。要买一点蔬菜吧，这个、啊、这个包菜吃啊，他写烧烤生菜肉。那你们要直接上？要买泡面。绝命二选一。那这个好了。好，是，终于有个出一件。哎，你要吃什么？确定嘞。啊，对面的弟弟。你选好了吗？一定买什么？三杯。我看。什么？好像买蛮多的。剩下要买肉吧。我那天看朴叙俊，他们是吃什么牛什么鸡米的。你在比较奇怪哦。这太过分了吧？奇怪是什么意思？对。有点过分。Hello, where are you? Wow, 好难吧？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OK。啊，真会呢！他们其实吃饭也不过就这样，但旁边有人就把他眼帽这样拿起来，就往嘴外面塞。太大口了吧？是的，塞，是塞。我们来给大家做，它下面全部稍微哈密瓜的调酒，烧酒憨票，雪碧融化的哈密瓜冰棒。没有，我们的雪糕融化了。好了，好像好喝的啦。初有韩国血统，没有韩国技能。谢了。Shut up, baby. Shut up, baby. 会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人怎么开烧酒瓶啊。Hana to say， 哦，紧张哦，就只有一次机会喽。到底为什么要敲手肘？像到又像，天鹅座啦，天鹅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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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真的，对对对，就是长这样，一二，对，就是长这样，游戏，我看你们是飞机，我刚想说这什么东西，欸，它有尾巴，欸，哎，感觉是一只狗，超赞的，我也是第一次看的，我也第一次看的。刚刚大家都已经洗好澡了。换了一身舒服干净的衣服。请问我们现在是在吃哪一餐？哦，明天已经肿到烦死。这是什么宵夜啊？我怎么觉得我们刚刚也没吃这么好？看电影好，记住手，这个啊，哦，哎呦 ，Oh my God， 出人命。你也吃早餐吗？我们自己做的早餐。Hello， 我是 Yuna。现在呢是我们录影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想说在退房之前，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两天我使用这一台 Galaxy Z Flip 4的一些心得。那首先呢，这一台啦，在它拍照跟摄影功能上面，我真的觉得超级无敌棒的。就不管是它的免手持功能，或者是各个角度都可以折叠的功能，又或者是它比武自拍的功能，我觉得在我们这一趟旅行拍照录影上面都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的。不管是你要拍团体照，或者是你是个人独旅的话，其实都可以拍出很棒的照片。然后再来是它续航力的部分，这一台手机啊，我拿到它的时候大概是昨天早上10点左右。那其实我们一到录影区之后，又拍照又拍 reels 的，那大概到4-5点的时候，这个电池还有个一半左右，所以我觉得续航力应该也算还不错。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其实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台哦防水的折叠机，对，所以可能我今天手湿湿的啊，直接拿它基本上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我觉得它这个折叠机打开之后的屏幕也是非常的大啦，所以整体来说这台手机真的蛮适合，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拍照啊，或者是喜欢用影片的方式去记录生活的人。好，那我们差不多要离开了，那先这样子咯。